群不可思议的热血青年，准备带领小朋友改变世界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台湾 DFC 的故事，世界大不同。其实DFC它是一个孩童创意行动的网站，我们会希望孩子们呢，经由四个步骤来改变他身边的环境。3月4日，周日上午11:30，感恩故事集就在公视13频道。